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可什么都没做，我发誓什么都没做。那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刚刚做梦梦见坐飞机，然后不小心掉下来了。飞机？那什么机啊？你不知道飞机？就人坐着它可以上天。<笑>你土不土啊你？那叫凤凰，再说鸡那么小，人怎么坐上去？ 此机非彼机，我说的那个机是用铁做的机。铁做的？啊，那怎么飞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告诉你啊，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了去了。那你说说，都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？ 轮船、火车、汽车、自行车、枪支、炸药，见过？没有。但你说的都是什么呀？你想知道啊？你想知道的话，你就带我出去，我带你一一见识一下。哦，呵呵，别想骗我。 表哥，怎么转了一宿了，怎么还是？我就不信出不去了。表哥，这可迷雾森林，咱们再这样走下去，有可能就少。废话，赶紧走。真天，不是。 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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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除了我刚刚跟你说的飞机以外呢，还有缝纫机、唱片机、收音机，可多机了。唱片机有什么机啊？唱片机就是会唱歌的机器，哪像你们这儿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草就是草。切，会唱歌的鸡算什么？我这有会唱歌的花朵，我给你见识一下。你这怎么这么多小妖怪啊？这算什么？我还没全部拿出来给你看呢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昨天受伤了，你是怎么这么快把我治好的？啊，我平时就负责治疗一些受伤的野兽嘛，治好你当然也不奇怪吧。兽医。兽医，你骂我？嗯？你刚刚是不是在骂我？没有。星辰。谁啊？哎，躲起来！啊，快！星辰来了。星辰，马上！千万别说话啊！千万别说话。星辰，来了来了。星辰，阿虎，你来干嘛？你这屋里怎么有女人的味道？哎，什么女人味儿？没有女人，没有女人味儿，没有。那女贼逃跑了，你真没看见她？没有。星辰啊。这女贼偷吃了圣果，坏了你的大事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哎，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有什么好着急的？踩脚了，女贼，原来你躲这儿了，受死吧！哎，阿虎，这个不能杀，这个不能杀。好，那就把你交给族长处置，把你千刀万剐。给神树当肥料啊！兽医，你可得救我呀！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一个痴呆弟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嘞。阿华，你就跟他们说没找到偷圣果的人。那怎么行？这不胡闹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阿华，神树生病了，你也知道，神树的兴亡关系着我们全族人的命运。刚才叶姑娘跟我讲，外界的医术发展的特别好，是吧，叶姑娘？啊！所以你不能杀她，得让她活着，带我去外界学习医术，这样我才能回来救我们的神树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你要是走，我就告诉族长。好，我就欣赏你这个性格，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背叛。我会。你不会。我会。你不会。星辰。啊。月影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哪知道？星辰，你在屋里吗？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不行，阿火，阿火，我必须得走这一趟，你得帮我兜着点儿。不行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兜啊？啊，这样，让开，让开。哎，那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幻影石，你用它每天乔装成我。这个东西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你要记住，我的命运在于你，神树的命运在于我。好兄弟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哎，走走走走，星辰。啊，拜拜。我你。这怎么？哎，星辰，星辰，哎呦！我进来了。别！
干嘛呢？星辰，星辰，你怎么了？星辰，没事。没事，你蹲在那儿干嘛呢？我觉得你今天奇奇怪怪的。没什么，你来干嘛？啊，我是有件好消息要来告诉你的。啊，族长大人呢？他已经答应今年之内让咱俩完婚。今年完婚？你不愿意啊？啊，愿意，当然愿意。特别愿意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是愿意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和你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，我要做整个神木组里最幸福的女孩。来，客人啊。哎，好。这里到处都是有剧毒的花草，别乱动，到时候连我也救不了你。可是你们这儿的花还有小虫子都长得特别好看。越好看的东西毒性越强。那我毒性强吗？你啊，你顶着风都能毒死人。怕，怕你身上的馊味儿。要不你借我套衣服吧，咱们回去吧。你会成为族内最幸福的女孩的。不，我是神木族里最幸福的女人。哎，月月月月月，咱们还没成亲呢，这样不合适。我不管，现在咱们俩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以后你要对我负责，不能辜负我。月月，在没完婚之前，你别再这样了。要不然我就不理你了。星辰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不是啊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你。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。哎，辛苦你了，兄弟。哎，他霸占我家不走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不走，我们也不能一直待在外面啊！你想，万一有人来发现我把我抓走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要是被抓走了，可没有人带你去医馆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总得带你先换身行头吧。对，顺便能洗个澡就更好了。搓澡都行，走了。老爷，你说你怎么能让他去呢？那个地方那么危险。爹，娘。哎呦，真天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看你这一身，怎么弄得这么脏啊？哎呀，真是，娘都担心死了。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想在医院耗着，我受不了那个地方。
你们找的怎么样？别提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对了，震天，我听你爹说你去迷雾森林了，那个地方那么危险，你去干什么？万一出了事情，你让我和你爹怎么办啊？知道了，娘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你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对，你娘说的对。云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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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轩，怎么办啊？阿瑶，别担心，云城不会有事情的。这什么声音啊？我们去看看。是那边吧？声音好像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咱们去看看。好。阿瑶，别去，有毒。阿瑶，保！保阿瑶！表哥，咱们不找叶云长啊？找啊，怎么能不找呢？等我喝完酒，马上去。嗯，不是，那你就不娶叶云长啊？娶啊，但要找到人才能娶啊。反正我已经让全市警察都在找了。来，我看你也是不找。我师父的房间，过来给你拿衣服。我们不会被发现吧？不会，这个时间他基本都不在这里。走吧，洗澡去。怎么，你想一起洗吗？滚！Thank you.
在这儿。写完了。大色鬼！你敢说我是大色鬼？我问你啊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好，我就是大色鬼，而且我在这儿一直看着。算是出来了哈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要在里面待一辈子。你等等我。你刚吃了圣果，控制不住内力，我暂时封住你的穴道，等你学会运气之时，才能使出轻功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至此，那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告辞。不必相送，在此留步吧。告辞。不是，你老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去你的医馆学习医术吗？就这么随口一说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外面啊兵荒马乱，死的人特别多，为了你的性命着想，你还是请回吧，告辞。什么东西啊！别挠我，别挠我，走开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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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再不跑了，我不跑了，我真不跑了，走开，走开！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又是你呀！这个东西以后就归你了。啊，不了不了。哪儿去了？我走了。啊！去哪儿啊？这回去的路程那么远，多辛苦啊！啊！你不是说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让我赶紧回家吗？逗你玩呢，这外面可安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我刚刚是给你做一个测试，进我们驿馆的人，他都得做这个测试。恭喜你，这位兄台，你可以成功的进入我们驿馆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。哎呀，你跟我回去可以，但是你看那个东西，你能不能把它弄出来？我不知道它在哪儿。你们这儿的人为什么穿这么奇怪？还有啊，他们的头发为什么都这么短？哎，你看那个女的，头发像鸡窝一样。豹子，小声点儿，懂什么呀？不懂别乱说。你才土豹子。别碰，别乱碰。啊，不过你们这儿确实挺热闹。热闹吧？没白来。哎呀，小姐回来了，快告诉老爷。这好玩吗？热闹吗？安全吧？我没骗你，对不对？要不把我身上那个小妖怪先弄走吧，弄走之后我好好陪你玩，真的。免谈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神木族知道的一切透露出去一分一毫，我就杀你灭口，懂吗？我发誓绝不告诉第二个人。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怪物？我在救你，拜托。汽车你不知道啊？什么汽车？哦，就是你说的那个会自己动的马车是吗？是。啊，有意思，真是有趣啊！哎，客官，要不要来看一下？看什么？最新的大洋片，非常好看。怎么看？在这里面看。啊。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把人藏在这里，这里面没人的。哎，这枪里面没人，放没人的，你不要打了。放出来！这里面没人，是没人的。放出来！你个混蛋，不赶紧赔我钱！你，你这个混蛋，赶紧赔我钱！为什么要躲？给我站住！你个混蛋，赔钱！告诉你啊，你以后给我老实点，别给我惹事儿。可是，是他往箱子里面藏人啊，他为什么那么有理啊？那是电影，电影懂不懂？假的！叶小姐，总算找到你，我家表哥找你找疯了。我用得着他找吗？再真是能信。这位兄台，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有时风度就不好。你算哪根葱啊？走开！
是不是要我帮忙做些什么事啊？是有点小事，现在不是要修铁路吗？经过我们云海市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呢，把药材生意扩大一下，在那片林子里面建个药厂。得麻烦市长你呢，在批文上帮我签个字，来，看看。 这点小事，咱们兄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怎么还要乔正坤签名啊？乔正坤呢是警察厅长，规矩上还得他签个字。哎，那就麻烦了。 那片林子里面有乔正坤的祖坟，那个时候我跟他说过，叫他迁坟，他非要跟我憋着劲，这次他肯定不肯迁。你也是，你要哪里的林子不好，偏偏要在那边建药厂。那边运输方便，取水方便，只有那处林子才行，其他地方不行。行了，这事儿我帮你解决。啊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新闻发布会要开始了。 下去吧。找药材就找药材嘛，非要拉我去宣传干嘛呀？有的事情啊，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啊。走。此次警察局发布会，将向公众展示打击劫匪的新举措。 市政厅诸位长官也纷纷莅临，为警局加油助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热烈欢迎市长、上官清先生。好。常委会会长叶秋实先生。好。以及最为重量级的警察厅厅长乔正坤先生。下面有请年少有为、智勇双全的警察局长。 乔镇天先生上台发言。好，这么多人啊！云长，云儿，爹。诸位来宾，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。我们云海市自古以来民风淳朴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然而近日。 却出现了一伙匪徒，接二连三的抢劫药材，以至于人人自危，民怨沸腾。匪徒的出现，哎，让云海市人心。那人就是帮你找药的人。于是，那他瞪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下我惨了。为什么？让云海市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他肯定会一直纠缠着我。 要不要帮你揍他一顿？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，不断的排查，终于锁定了目标。我去啊！反正这全是他的人，都有枪，快去！把他们揍掉！看他小爷吝啬，你又这么说，今天我就放他一马。为了还全城百姓一片安宁，我率领警局的精英干探调查追捕，最终将这伙匪徒一网打尽。 追回所有被抢物资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保证：一年之内，让全城的治安得到好转；五年之内，实现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好。乔局长侦破此次重大劫匪案，真是百姓之福啊！ 我们警察的使命就是保护民众的利益。我们警察存在的价值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即使再苦再累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好。喂，云长，云长，云儿，云长。你怎么了？云儿怎么了？
他中了七色胡蜂毒，必须马上治疗。你是谁呀？放开他！长短一生。